希望的未来这样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，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可以成立一个家。接着下面进场是我们中信房屋的资深美魔女宜君，哇，宜君今天这身打扮真是惊艳到我了，哇，跟我们小弟站在一起，根本就是物有千秋哦，一个古典，一个现代，然后宜君今天的表现呢也很突出啦，那我们也期待那个宜君明年有更好的表现，让我们请宜君跟我们说几句话。Thank you.
小丽，你要听好哦。好。接下来进场的是我们中信房屋的指标人物，提到中信一定要提到他哦，他就是我们的邱梅姐。我刚才是旁边。
开玩笑，我们两位主持人真的男的帅，这个是我没有看过的样子，这个是我觉得哇，我们公司真的是出美女啊、哦。那今天等一下还有很多的那个更精彩的活动哈、哦，那个节目大家来也请那个线上的可以持续等待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现在是直播的、啊，对。谢谢，欢迎最佳，真的。
谢谢。来，我们现在又捕获了一个野生的帅哥，听说是我们总管家的帅哥。我是算公司的新人，那上来也是想一两句话，就是这个活动真的很不错，对，对，就是我们。
真的看得出来。对，我开心看你们一起我们期待你们美女一定有更好的表现。好，谢谢他们。陆美玲哦，她这个业绩做得好以外，她平常也很懂得生活啊，时常在她的 FB 啊、个人 IG 啊，都可以看到她带着小朋友啊，在外面啊的动态还有照片。那我觉得业务就是要这样子，不仅业绩要做得好，也要懂得生活。那我也请美玲啊，帮我们说几句话。今年我们每年的业绩啊突破600万，那我们明年也期待它能够追逐我们车媒体的脚步，更上一层楼到1000万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相信美玲可以的，因为其实这个月啊，它已经过了那个百万，就是年度的第一个月，它就是百万经纪人了，所以是好的开始，期待明年美玲有更好的表现。谢谢美玲，好。非常的营养，中的。真的，每一个鼻子。不会啊，我的美丽其实，小丽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美丽。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我们总管家的，是我们的常青树。常青树，好，大家掌声鼓励，来欢迎。龙生姐，两位大哥大妈。是啊，因为总管家的人是我们比较不认识啦，所以要请小丽多帮我们介绍一下。会计，是，所以你也知道。
请听刚结束。谢谢。晚上也吃得开心。那如果说有愿意加入这个
多种产品，对啊，我们有买卖跟租赁两种这个不同的类型。如果说有想要加入的伙伴，都可以来我们百业地产第四楼。是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嗯，谢谢我们经理。我们没有包含他们的话都是真的。
是我们高中学长学弟的哈。哎呀，我们感情都很好。是是是。中心保护都大家的感情都很棒。是。其实我觉得说每一年大家都有彼此的成长，大家都有共同。对。那我们支持大家今年今年能够在共同生活。前面你会发现，不是只有总管家大家很和睦，其实我们在我们中心房屋的部分呢、啊，大家也是这样，都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哦、所以这个，看到这种感觉好亲切、哦，是啊，这种感觉，亲切。对，你是用你的外表去亲切去吸引别人来参加的吗？因为他们平常是介绍一些土地给我们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，所以他必须要去应酬，所以这个肚子、这个身材哦，就是这样子换来的啦。所以就是他刚才讲的，帮他跟慧解释一下哦。那我们谢谢子细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哦，是我们白地毯中心房屋的文龙哥，然后还有我们总管家的玉玲姐，哦，他们也是夫妻档哦，今天也是盛装打扮，非常美。是啊，平常。我们文龙哥哦，沉默寡言。那今天我让他跟我们各位讲几句话。我怎么沉默？其实，如果我在中南山待比较久的，应该知道我最近也是在红海这边。所以呢，其实目前来讲，我应该是生化界是永满先生跟中心房屋是真正的美女才，所以是双栖。对。其实应该说，来到公司，这个环境来讲的话，应该都觉得很开心。那也给我们公司一些照顾。那所以呢，我也为所不欲，为什么可以把内容也该进行中断一下？哇，真的。你会不会有理由？我们月玲姐这么得力的助手，我们东华家的店那个行政同事可以这么有效？是你们不细心。每一期都有三年，那也很欢迎所有。
出租的、啊、就可以找我们百亿地产的总管家。那如果有买卖的部分啊，就可以找我们中信房屋哦，由小弟来为你服务。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总管家的另外一对，你把他们上去。不要再乱点鸳鸯谱了啦。准备很久吗？
多学习一些房屋的这些技能，然后我们专业知识。那希望大家都能是这样子。啊，米娜也是一个默默付出、默默努力的一个小妞。是。虽然感觉起来很温温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可是她真的是能力很好。是是是。以后呢，未来呢，我也希望我们米娜以后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为您做颁奖。好，谢谢。你刚进这个行业，所以现在有点生涩，其实。你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就会像小丽这样子哈，能言善道了。没有，我还需要好好的学习。是吗？对，其实我很紧张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这个主持哈，我还在想说，完了，我都还没有准备好，是就要上台了。是，所以我现在真的是紧张到哈，只能随便乱讲。没有啦。对啊，其实我们现在搞不完了，你看时间也大概要到了，开始颁奖的现场了。现场是我们那个中信房屋的廖军，哎，欢迎。廖军平常也是哦，就像我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嘛哦，有事没事，是是是是。那廖军对于自己今年的表现呢，或是说明年还有什么期许啊？今年算还不错，有各的领导，还有副总跟总经理的帮忙，是每个都对我还不错的成绩，是是。希望未来能够。那个不管是哥的妈妈还是副总跟总经理，齐力相挺，能够再上台。是。我们期待明年耀军有更好的表现啊！好，那祝福耀军，好，谢谢耀军。你玩得起哈，偷懒型妹妹，而且排他呢，人家好连都好强、哇，寡妇相看，我们第一次合作呢，真的、